这个是不是配？欢迎收看第二系列的《这个是不是配》，我是子杰，我是妮娜。哎，妮娜，身为一个女人哈，你有没有在工作时候啊被性骚扰过？有的话，我身边是有很多英雄来救我的。等一下，英雄不是只是救美女吗？你废话不要这么多，让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英雄到底会是谁吧。Let's go。今天二诊对象是 Joshua 陈伟恩， Joshua 饰演新加坡系列 A Boys to Men 中的 Ken Chow， 人气瞬间提高了他。在2018年， Joshua 也参演了第八频道电视剧《你也可以是天使三》。2019， Joshua 从 A Boys 转换成有担当的 Man， 两年的远距离爱情终于修成正果，求婚成功哦。那么爱未婚妻的他呢，遇到女性被性骚扰时会不会拔刀相助？中级如果有送手表的、啊。是什么？请两位主持人把计步器戴在手腕上，在二诊完之前总共摇出1000下，如果没有完成的话，二诊算是失败。1000下，我要怎样专心？我想一个好主意，就是这样子，我专心，你摇。哦，也是对啦，因为制作单位没有说我们一定要分开摇啊。对，有没有？聪明找漏洞，聪明。那我们试一试看 Nina 怎么摇吧。Let's go。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很好很好的策略。什么策略？一只手带两只。哦，喂、哦！哎哎哎！别吓死我！我需要 to get coffee or tea。Tea。对。哎，他好像又瘦了哎！我记得那时候之前他在《Boys to Men》的时候，对不对？他需要增肥，因为角色的关系。对，而且他的帅气是跟我一样的，我们是不分高低的，真的。So the guy will come in soon or? He's trapped in some traffic now. Oh, okay. 所以今天呢，我们是约 Joshua 来说是要跟 producer 谈东西的，对吗？对，所以他找到 producer 还没到。对。好，所以现在我们开始我们第一个 obstacle。OK，Alan。现在、哦、你可以进去里面了，然后你一进去你就骂你的秘书讲说，为什么给错时间？你看要让 Joshua 在那边等。Joshua， 你好。我在牛头，你走开。I said 10 o'clock， why you say 9:30？ 我跟你讲10点啊。Sorry， 这个地方。You know 啊 ，Joshua。哎，制作人他真的是很凶哦。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临时演员真的很棒。I told her 10 o'clock， 习惯就是在。那得地，这边又喂。你说给这个，我有时间了。哦，我没有忙啊，所以哎呦，这个会做工了。OK， 现在啊，我需要你啊，色眯眯的看住 Vicky。OK， 色眯眯的看住 Vicky 啊，然后批评她的身材。我的一只表在51，一只在62，我们刚过100，就是18线。哎，不错，我觉得可以的，我觉得是有可能会到一千。是我的手很酸的。说他的 parents 很反对他。哎，你不觉得你要减肥一下吗？没有啦，他很瘦了啦。啊，再减他不见了。OK，Alan， 你想说如果他瘦下来的话哦，会更性感。哎，瘦下来比较性感嘛。不要drink 啊，瘦下来比较好看呢。去 gym 一下的嘛。对嘛。我很生气耶。为什么？我不懂为什么哦。我总是演戏，可是我看了我会很生气呀、啊。可是他又没有色眯眯看你。他最好是不要。啊、你看是不是？没有，我觉得很好，very good。哇，他已经开始在维护这个女的嘞。是，而且我觉得他真的是拔刀相助。真的。对啊，因为他没有火上加油，还是他也是没有说静静坐在那里啊。对。还有帮他说话。OK，Alan， 现在好，你开那杯咖啡对不对？你一开哦，你看到哎，为什么有加奶的？给你对 Vicky 发脾气。Vicky, what do you usually drink? Coffee or... Then what is this? I don't get a new one. There's no more drink. I cannot drink. 年轻人啊，也很 attitude 啊。你看他的 attitude 吗？做东西不会做不用紧，又没有身材，又没有胸，屁股又这么大。哇，我真的很过分。其实我真的觉得他太凶了。有一点哎，我们其实没有加演到这种投入哎。
太投入了，这个太投入了，有点真实哎。OK，Alan， 现在哈，你开始跟 Joshua 讲 Biggie 的坏话。我喝了这么多次，每一次跟他讲 Go B O， 没为什么 check 都不要 check 的。Maybe 那个 waiter 给他错了那个 order。对。有可能是不是？你讲说哈，要不是啊，他年轻可爱，我才不会请他。又不是看他年轻可爱，有点 cute 嘛，我才不会请他，对不对？给你选，你会不会？你会选 ？At least 选一个 cute 身材好的，对不对 ？At least， 其实我觉得他做的不错，他很诚恳，他 attitude 很真心。嗯 ，Maybe 他你没有 honest mistake 啊 ，honest mistake。他还坚持说没有啊，他很好啊，对他的态度很好啊，就是讲他讲的东西根本都不是说外表的东西，他都是坚持的在提一个人的那个态度。So， 那个节目是一个 racer， OK， 家庭背景。对对对 ，Alan。现在啊，我会打给你哈、啊，叫你去 party， OK？ And as in， 把我还是要 meet 他看看怎样啊？ OK， 等一下 ，sorry。哎 ，hello， 哎 ，hello， 导演 ，hello， 怎样？你今晚有空吗？今晚？对啊， okay， 我们去 party 啊，我们去 party 好不好？有没有女孩子先？当然有啊，全部都跟妮娜长得一模一样的。有你去一定有女孩子的，对的。哎，可是你的老婆那个 side 不 OK？ 我老婆，哎，你第一天认识我，我们男孩子出去玩，几时需要老婆啊？几时需要老婆给 permission？ 你需要没？我还没有结婚，我不需要，好不好？我 see you tonight， I see you tonight。OK， 你给我知道那个 location 跟那个timing。我们早一点呢、啊，我们早一点 ，OK？ OK，、你要记得全部跟妮娜长得一模一样的哈、啊。OK，Thank you，see you， 拜拜。OK， OK， 拜拜。OK， Alan， 现在你 try to 邀请 Joshua 去你的 party。今晚有空？今晚我查一下，搞不好真的去。没有，我觉得他不会去的。我是觉得说可能他在用这个机会，对吗？他想要怎样拒绝他？哎，有没有？有没有？很多女孩子，狂奔哦！我跟你讲，你去啊，狂奔今晚。有的玩，哇！这样 ，happening， 今晚不可以，我有meeting 啊，我的 meeting 未婚妻呀。你看，哇，对，会，你真的会，是，你真的会。OK， 那你 try to 叫他去来 try the best， very best to 叫他去。你刚才讲说那边很多美女啊，今晚很多迷的人在，有几个 producer 啊，几个 producer 可能你都认识的，还有导演，还有很多 young。一定样不，一定我的运气一定不要样的，哎、yeah, ，我的运气真的很样，哎、你三岁，哇哦，很棒哎，他真的是一个啊 ，spoil market 的男生。OK，Alan， 现在你跟 Joshua 讲说了，你以前我看你在哪个夜店，看你在那边玩得很开心嘞。现在我们要走不赖的路线，对，看他怎么 deny。你以前也是很会玩的啊，没有了，是不是？啊，我玩可能踢足球而已。踢足球，他的玩是踢足球。他不玩女人，吧？他玩足球。我看过你跟几个 brother 在一个地方玩哦，你是玩的几年前啊？几年前的时候，我不要讲了吧。那时候我有在，可是那时候我们没有讲到话，我比较跟那个你的 friend 讲比较多吧。反正你都还没有结婚，你怕什么？结婚了就没得玩了。OK，Alan， 现在要你 try 你的 best 下去。你刚才讲说，我们晚上是一个包厢来的，是一个 private party 这样子，所以没有人会讲出去的。而且那个都是很 private 的，是一个 private club 来的。你刚才讲说what happens in the club stays in the club。Bro， 你懂我们的 rule code 就是 what happens in the club stays in the club。一定不会讲，因为每个人去那边的都是迷的人，所以有些是大导演，可能你也听过的，所以 But I mean it's good for your future， you know？ I mean。Your wife will understand what I mean. Your future wife will understand. 你 as a 演员 as a media person, 你需要去 entertain 晚上。而且有可能他跟我一起来啊。啊，喂，他跟未婚夫一起来，对。其实这个策略是很好的，带未婚夫一起来。我觉得他 supermarket 全部男孩子这样子给他做坏掉了，真的。I think maybe they're not comfortable, so you. Okay. I mean, if you can come, I hope you can come. 因为很多 opportunity 现在有很多 Mirror series 很多 Channel 8，对不对？ Yeah. Okay. Let me get back to you. Maybe 给我谁一两个钟。对，我再等一下，我看可以再揪多你几个 brother 一起下去。可以揪，可以揪。啊，可以揪。可以吗？
OK， 这个时候对，我们就要找回我们的 Vicky 送咖啡回去了啊。对，这个时候的状况无法挡。OK，Vicky， 你现在可以进去了。然后 Alan， 你拿到咖啡的时候，对不对？你讲太烧，那你叫 Vicky 帮你吹。对。你怎么去这么久来杯咖啡？啊？屁股大走慢。哇，我想拔他嘞。坐下烧了，你吹一下，吹一下。No， 江鹤，你很笨的，你真的。Point a cup, maybe. OK, Alan, 现在、哦、你要逼 Vicky 啊去你今晚的 party， 然后你刚才讲说穿 sexy 一点啊。哎，你去哪里？我叫你吹，你去哪里？我跟你讲，今晚你等下回家换衣服啊、哦。晚上你跟我去一个 meeting， 把你要穿的 sexy 一点，你不要穿 jeans 啊。我跟你讲啊，穿这样谁要看？过分，这个老板。哦、真的过分，真的过分。过分。马上有 dinner plan。It's work 啊 ，It's work。我是为了工作呢，我们会见很多 client， 很多很多我们 middle circle 的人，你懂吗？可能 Joshua 也是会去。哦，那是已经 plan 好了。你讲是工作吗 ？Plan 是 plan 的吧，这个是工作嘞。It's job， you know？ 啊，你是要做吗？现在你是要努力吗？啊 ？Yes。Then？ 其实老实的讲，对吗？这种事情啊、是非常普遍的。对，可是我觉得女生们呢、如果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不要害怕、要懂得什么时候走，因为这些在这个情况之下，对吗？是很不健康的，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嗯，所以遇到的话，我觉得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挺身而出。真的，真的，真的，这是非常重要的。Vicky， 现在我要你故意打翻那个咖啡。啊？如果你今晚，哎，你在做什么？啊、有没有 tissue 还是什么？我叫你做东西，买咖啡，你现在把咖啡倒掉，你现在做，你是不甘心是吗？发飙哎、欸！你有没有看到 Joshua？ 他有点吓到哎、欸。哇，是我都吓到啊！长你长得这样，胸大无脑不要紧，胸小没脑，竟然做东西做到这样，这个很过分哎、欸！这个不是我们讲的、哦，我们先讲，真的没有叫他讲、哦，我们只叫他讲胸大无脑、哦，我没有叫他讲这些哦。哦哇，自己加哎、欸！我觉得他 feeling 嘞。你先给人家讲看，啊，先左刷在这边，你先，你走进来你，啊，走进来你，好凶哎、欸！哇 ，Vicky 很可怜哎、欸，真的真的真的，幸好这个是假的，而且你知道谁最可怜吗？抓刷，我去拿，你现在要怎样？我们去拿，你给我喝，你给我喝掉，哇，很凶哎、欸，这制作人，哇，我想打哎、欸。OK， Alan， 现在你跟 Joshua 讲说、啊、你自己的员工自己处理，然后你叫他在这里做，然后你跑出去。你给我站住！你现在怎样？啊，你以为你找人家帮你啊 ？No bro， 你 don't get it bro， 你 don't get it bro， 这个是我跟他是 ，you do just sit down， sorry， I'm sorry， 真的。No， it's okay， it's okay。啊，跟我讲 sorry， 你跟我讲 sorry。It's okay， it's okay。啊？没事没事。为什么？小事小事。We will get some tissue， then we'll be right back。小事情。OK OK OK，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Yeah, it's okay, it's okay. 没事，没事，没事。对 ，sorry， 没事，没事，小事。These things happen. 啊 ？These things happen. 有时候不小心，哎呀。OK, OK. I got good workshop. 慢慢来，慢慢来。不急，不急。然后喊 Vicky， 喊 Vicky， 喊 Vicky。Vicky！ 你有没有看到？就是跳哎、欸，他抖，他跳哎、欸，他抖。好声好气的跟你在说话，然后转眼就喊人。哎、欸，我觉得我没开心。对呀、啊，我们去抹桌子也是啊，我们也是去抹桌子。啊，对，我还要抹桌子。来。哎、欸。哦。哇！哎、欸，英雄。怎么是你们？我在想嘞，不可能啦 ，because。Minicop 的节目为什么会跑去别边做试镜的？你没有给 script， 那个监制真的很凶，我有点吓到，我有点吓到，对不对？呀、yeah, ，那个咖啡蹦就哦，我也是蹦去了。所以你们二诊算是成功。哎，但二诊成功的话，我们的重金属有没有成功啊？两个都突破一千。哦耶 ！Yes。不用受惩罚，你看你真的很会咬。没有，你懂什么？因为我很专心的在看，然后我没有去注意这个东西，而且我很紧张哎。刘少，我问你，今天呢，你对这个二诊哦有什么感想？
哇，我觉得如果给我戴上这个 Fitbit 啊，我也是心跳很快，因为那个演员真的演得很好，而且我真的很紧张，有点害怕 ，because 我怕他会暴力。但你下一个要整的目标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哇，一个很烂的一个人，我觉得他应该被整的。我只要想要懂他多烂，比你烂。哇哇！如果大家想要看 Joshua 整谁的话哦，请到 Mirror 观看我们第二系列的这个是不是 Prank Prank It 的全集哦。然后今天谢谢 Joshua， 谢谢。我真的不懒，那个人懒。帅哥美人 Sugar Melon。